近期在《非常律师》云英无中，因饰演暖男李俊浩圈粉无数，在剧中总是正装出镜的他，其实有深藏不露的好身材。前一经纪公司晒出两张将泰武的帅照，只见将泰武穿上简单的白上衣，搭配黑裤，虽然是远远的全身照，依旧可以看出那隐隐炸出的胸肌和二头肌。不过当粉丝拉近一看，却发现，在将泰武胸前处居然被打上了柔焦效果，立刻让粉丝们爆笑，直呼经纪公司是不是过度保护了。而事后将泰武疑似是发现广大粉丝的失落，就在个人社群惊喜晒出穿着同一套衣服的零修图版本，可以看到他改站在白色花朵背景前拍摄，紧实的手臂线条、肌肉轮廓大放送，让粉丝纷纷大赞那个手臂太有男友力，谢谢男神放图啊。